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快速人走那一条吗？我刚刚不是从快速道路下来哦。嗯？我刚刚这一段前面这一段还没有那个进行机车。你从哪边过？那个炮台那个方向下来，就它旁边在那个快速道路前面，它有个。小岔路，哦，你是涵洞那边过来是不是？那边有个涵洞。不是从那边，要不然我带你过去。不用，你这样讲。问一下而已。没有，我知道你讲哪里。